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这边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虽然中秋节实际上已经过了，谢谢，谢谢。但是我们还在连假期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演出的话，前面有个单管家可以给我一些支持还有鼓励，谢谢。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中文版的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有看我手上还有印章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我刚刚早上去科博馆逛街，没有，就是谢谢，谢谢，就是你知道来台中表演，不只是表演而已，谢谢，也来台中旅。就是玩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今天的演出呢，大约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音乐的话，欢迎大家停留在这边跟我们一起欣赏表演。但是大家帮我注意一下，因为这边还是一个出入口，所以如果有人要进出的话，要记得帮我还是中间留一点点小通道，让他们可以上下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坐在那边很凉快，因为那边有冷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哇，微微的那个凉风，我吹过来的都变热风。我热风哪？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很开心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，哇，度过连假。连假就这一场表演，就是特别来台中，想说台中刚好在台湾中间嘛，台北下来很方便，南部上来也不错。接下来呢，中秋连假也会有很多的演出，欢迎大家上我的 IG、YouTube 还有 Facebook。不是中秋连假，是双十连假，讲错了，下一个连假很快就来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对，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表演的话，下礼拜也有表演，欢迎大家上我的 Facebook、IG 还有 YouTube 上。YouTube 上面没有 ，YouTube 只有影片，反正上面都会有最新的演出资讯，欢迎大家帮我点赞追踪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哇，你知道这两天天气真的有点太好了，热热的。为什么？上面写什么？小白什么？可以打。这是日文。你确定要这个？我等一下，我预备，我暖身一下，我暖身一下。如果我现在直接来的话，我可能会直接就结束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会持续带来不同的歌曲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